号的选手周艺元跟黄美珠小姐要来演唱的是《七斤大》，同时呢也请六号的选手到舞台这里来报道，谢谢。大家好。
手周议员黄美珠。那么接下来是五号选手庄家庆林丽华要来演唱的歌曲是《春风春雨》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也要请下一个决赛的组别松南组的一号、二号选手，请到舞台这边来准备，谢谢。大家好，心啊，情